这次呢又是因为我之前办那个乐天手机它的活动返了11000日元的积分，所以相当于免费吃，所以这次下了血本点了那个更高一级档次的这个火锅。先看一下这个锅，这锅有四种，然后这个是 Sukiyaki 寿喜锅，然后这个是药膳锅是辣的，然后这个点的是中辣，然后这个是豆浆锅，白色的豆浆锅，然后这个是那个好像是韩国的那种辣白菜锅吧，这个点的是大辣。现在呢我把所有的肉都放进去了，等一下试一下各种各样是什么样的味道。然后它这里呢，如果这些菜的话呢，这些菜的话呢是在它的这个自助区自己拿，随便拿，然后饮料也是随便拿。不过这里边的这些肉的话，这些肉要全部用它这个平板点，用这个平板追加，可以在这个限定时间以内无限追加。我现在再多加一份牛肉吧，五八五幺，然后加牛肉加两份，比较正常。OK， 可以吃，いただきます。下面这几个锅里的肉基本都熟了，然后其实我刚才整个肉已经吃了，非常好吃。然后我逐个试一下每个锅里是什么样的味道。我先不蘸自己的这个酱，然后试一下这个锅原本的味道，这个汤的味道。这个是寿喜锅，之前有专门吃过寿喜锅，就是甜甜的一个汤底。然后试一下牛肉，哦，这是牛肉。就是甜的味道很重，然后有一点酱油的味道，可以说是对中国人来说很清淡的一个汤底。不喜欢吃辣的人可以试一下这个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试一下这个，这个是白色的，是这个豆汁豆浆锅，试一下。这个好像是猪肉。这个也很清淡，有一股淡淡的豆子的香味儿，但是没有那个很浓的那个豆浆的味道，所以即使不喜欢豆浆的人也可以吃这个豆浆锅，很不错，很清淡的味道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重口味，这个是药膳锅，看一下这里边不知道放的是这边不知道放的是什么中药材，不过在这里能闻到很重的那个中药材的味道，这里有八角啊，好多花椒啊，还有大枣啊，枸杞，这有枸杞啊，很重的那个中药材的味道。然后试一下，小心这里面好多花椒，试一下这里边这个牛肉。那个一点也不咸，但是有那个中药材的味道在嘴里，但是味道的话就是不咸，然后嚼完了之后有一点点辣味，因为这个点的是中辣，所以不是特别辣，你这也 OK。 好，最后试一下这个，这个是好像是韩国的那个辣白菜锅吧，但我没有闻到那个辣白菜的味道，这个点的是大辣。好，试一下这个，这是一块猪肉。是一样的，没有咸的味道，就是应该没有加盐还是怎么着，就是咸的味道一点都没有，它就是一个辣的味道，那点的是大辣，所以到嗓子里面还有一点冲，是有辣味的。所以不管是吃哪一个，你应该都要带着酱，这个酱是自己配的，完全可以配出中国的口味。 OK， 下面看。我调的这个酱很好吃啊，跟中国火锅的味道差不多，感觉我调的这个酱。